减肥之前连这个人形立牌都做，胖到那个脸好像包你。对啊，猪脚卤的很入味，猪脚。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他是没减成功的。跟现在差几公斤？30。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进演艺圈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。那就是进猪圈了。你干嘛这样？